这期的 Easy 美食节目。以前我们在节目中呢教过大家做过很多道这种有关于虾的这个美食啊，那大多数的时候呢都是以炒为主。那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要来教大家制作一道蒜蓉开边蒸虾。那么蒸出来的虾呢，一般比炒出来的虾呢更加能够保持这个虾的鲜美。但是在蒸的时候呢，一般蒸海鲜的时候呢，有两点您一定要注意哈。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海鲜一定要是鲜活的。那第二点呢，就是火候一定要旺，并且呢，在蒸的时候呢，这个中间不能够断火，就是说不能够停一下再继续蒸，这样呢，那个味道呢就不会很鲜美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蒜蓉开边蒸虾是如何制作的呢？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准备的材料部分有哪些：虾、蒜蓉、料酒、鸡精、盐、糖、豉油、葱。在制作方面呢，首先我们把买回来的虾要去壳，以及去腥线，去好了之后把它放到一个盘子里面，放到旁边去备用。然后呢，在锅里面这时候呢要热油，等油热了之后，把蒜啊切成那个蒜蓉的状态，就是很小粒的，然后放到锅里面去爆香。等刚刚出香味的时候，马上关火，不需要把这个蒜炒到焦。然后这个时候呢，在锅里面倒入一点料酒，然后放入一点鸡精以及盐。盐呢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保持这个虾的清香，以及这个不会让这个虾呢太老。然后再放一点点的糖以及一点豉油。倒好之后呢，把这一锅东西倒入刚刚我们准备好的虾上面，然后旁边呢把蒸锅呢热加上水，等水开了之后，把这个一盘虾呢放入蒸锅里面去，差不多蒸10分钟吧。然后呢，在旁边那个锅里面呢，再次起油，等油热了呢，把切好的葱段放到里面去。这时候呢，等葱刚刚炒出香味的时候，连葱加上油呢，一起倒入刚刚蒸好的虾上面，这道菜就做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厨还有什么样的小提示，有给我们分享。蒜蓉不可以炒太久，否则就没有香味了。蒸虾的同时，在盘里垫上泡软的粉丝一起蒸，会更美味。这就是今天的节目中教大家做的蒜蓉开边蒸虾。如果您需要更多的资讯呢，欢迎登录华龙美食网是 tastypro.com 上面去查询。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本节目由味王及华龙美食网独家赞助播出。